这个题呢，它首先我们先考虑它是什么内容啊？这个内容呢，咱们看介绍，说以下有五个不同的经常会用在应用房顶的啊这样的一些材料，所以它这属于材料啊。那这个 table 列出了预估的寿命啊，然后给出了一些五个不同的这种分类的一个打分。好，那通过它我知道这个表格它的目的是干嘛？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我，这些原材料它在五个不同维度上面的好坏程度，对吧？那咱们看一下啊，第二个目标，我们来看一下，哎，它的有多少个类别或者什么类别？你看，首先这第一列它表示了五个五行不同的材料，咱们刚才说过了啊。然后这里面它每个类目分别是年，这个预估的使用年龄、防火性。啊，什么这个省能啊，什么维护这一堆，反正一些啊，它的这种数据维度吧，哎，那之间第三个要求什么关系啊？这之间说实话肯定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它这每一个是不同维度的打分情况，像这样的啊，数据间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每一个小的数据元素啊，每一个元素间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的表格，它通常的考题是比较简单的，它不太会。去考察你比较深刻的，比如说让你转不出去，很难转换，因为它没有关系，你有什么好转的，对吧？你读取数据就可以了，你只需要做到咱们第二步，把数据清洗干净，然后选取出你真正做这个题目的，哎，有用的数据，这是一个意思啊。清洗数据或者说选取有用数据就足够了，我只要看这个题，知道怎么选取就好了。咱们看就看题啊，题目说第一题啊，说每一个啊这个在。长期成本方面打分高的这个 material 啊，这个原材料，它都会有最小的寿命。这个怎么看呢？我们该怎么去清洗数据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在实际考试的时候啊，它这些数据都是可以进行重排的。一般这样的表格，它说这儿给你一个箭头，你可以按照每一个类目去进行重排。你比如说啊，我点这个啊 long term cost，这里面我点一下，它就可以把。而 low 放到一起，high 放到一起，low 放到最底下，这个意思啊，它就可以去按照，一个把数据给你进行分类和整理，这个意思啊，可以重排。但是一般来说，比较短的表格排不排，其实这个效果呢，差距不大啊。你当然长表格的话，你一排就用了啊，能看很多嘛，对吧？短表格的话，排不排效果意义不大。但是呢，它有这么一个功能，你可以选择去过滤或者筛选一些数据，能帮助你更快的去清洗掉部分数据。那我们怎么来看呢？其实非常简单，你这里面你会发现啊，如果它给了一个去带有比较性的句子的话，因为你看这题，它等于想去比较的是这些有长期高的长期成本的原材料，它们的情况要比什么呀？比的是它们的寿命如何，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无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比较对象，一个部分叫比较内容。好，那么你首先在这样的句子里面，先确定我要比什么，然后再确定比的是什么，就是比较内容是什么。首先，这里面比的肯定是那些 long term cost，打分为高的 long term cost，对吧？好，然后呢，比较内容是寿命，没问题吧？这就确定吧。好，确定这个了以后，这个数据就很容易选取了。你按照比较对象，记住啊，按照比较对象来进行选取。你把除掉比较对象之外的数据全都清洗掉。所以你看，它要比的是这些打分长期成本打分为高的数据，所以你可以选择。比如在这里面，我去点击这个箭头啊，把它按照打分为什么高低啊来排序，是吧？它排序了以后，你就可以选取出这一组和这一组来，对吧？它会自动把它放在一起啊，比如说 high 放在这儿，对吧？哎，然后把这个 low 呢放在这儿，然后这底下 very low，这么来放啊，它这个会跟着变。好，那所以说这里面我知道哦，那我要看的是这两个部分的数据，所以其他那三项就清洗掉了。这么个意思啊，然后那么我再看到底比的是寿命，这不是寿命吗？是不是？你会发现啊，我这动不了啊，我就直接写了。你看这两个打分为高的，它的寿命都是15，而这个15都要比其他这三个材料要短，所以这个第一个它的问题一定是 yes，
一定打出来，对吧？每一个打分为高的材料，它都会有低的寿命，没问题，最低的寿命都是15嘛，最低了，对吧？所以一是 yes 啊。再看二，同理啊，说每一个在 energy saving 方面打分为出色的这个材料，它都会被这个在这个维护方面打为出色。同理，我们先确定比较对象是谁，这里面比较对象应该是这些打分为出色的这个 energy saving， 对吧？就是 energy saving 打分为出色，对吧？那好，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稍微点一下，我看，哎，这两个数据我要看的这三个清洗掉，对吧？就是三行啊全清掉了，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它要比什么呢？比的是维护，在这儿明显这个不是出色吧，所以说这是 no， 没问题吧。再看第三个，说每一个初始打分为高的，那同样我它是我的比较对象，对不对？按照这个来去筛，发现啊 very high 的是这个和这个，哎，放在一起了已经，对吧？好，那其他三个清洗掉。那之后他说他呢在防火方面也会出色，哎，这个出色，这个，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人弄做完了，很容易吧？这种的表格分析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能把这个表格搞清什么意思，因为它的每一个元素间几乎没有关系，所以说你只需要能去确定，如果让我比的话，我能确定比什么，以及我这个比较对象是什么，就能很容易的把这个数据摘出来，然后把题做对了，好吧？这种题啊属于送分题啊，咱们再看一个，它这个题啊。先看什么目的，对吧？那咱们通过这个介绍看什么目的啊？他说呢，对于一个特定的啊公司去年来说，这个表格展示了所有的什么呢？所有的预算以及真实的支出。所以这个表格的目的是什么呀？可以一定是展示某一个公司啊在不同类目之中的一个预算跟支出情况。那这个表格就也展示了它的一个百分比是 over 还是 under budget， 就是你真正花那个钱到底是超过了预算还是低于预算，那它有一个算法方式，对吧？好，那你看到啊，这个表格比刚才那些表格稍微难了一点，对吧？哪儿难呢？主要是这些数据之间有关系了，对不对？很明显这两个数据通过这个运算可以得到这个数据，就是最后一列是由前两列的数据所决定的，就有关系了。像这样的考题它就有可能会让你对数据进行转换了，因为数据间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么他说一个正的百分比就表明它超过了预算，一个负的表明它低于预算。这个呢其实你也可以大概看一看就行了，比如说这里面你看明显它真实支出是要高于它的这个什么了，高于它的这个预算了，所以它是正的嘛，对吧？就超过预算的意思啊，这个逻辑，超过预算是正的啊，低于预算是负的，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它是什么类目呢？这个是公司的不同部门或者不同的部分吧，对吧？这个是预算，这个是真实支出，这个是由他们两个去算的一个结果。每一行是每一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类目，对吧？好，然后那么数据的关系咱们也说了，这个关系呢很明显是这两个东西经过运算得到这个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真实支出要比较低的话，就是负的。真实支出比较高，高于这个预算的话就是正的，以此类推，好吧？所以这个表格也非常简单。咱们看题啊，题目呢，第一问，他说有最高预算的这个部分，它也是有最多真实支出的。好，那这不是我比较这个信息吗？我要首先清洗数据啦。怎么清洗？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对吧？我们按照比较对象对数据进行筛选跟清洗。这里面同样道理啊，在真题里面它是可以动的啊，可以去按这个来筛就更快一点，是吧？你可以点一下，因为他问你的不是说他的比较对象不是要比这个预算值吗？那我按照这个预算我点一下，我能发现他把那最高的排上面，是吧？这里面预算最高的就是这个了，对吧？$7,120，他的预算最高，我就看他到底是不是也是真实支出最高的，肯定不是吧？这个啊，这个部分啊，它其实支出是更高一些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应该是 no， 哎，它不可能是最高的，因为最高的应该是这个，是吧？好，再看第二个，说那个有最小的预算的那组，好，你看我的比较对象变成了有最小的预算，还是比预算，
那最小的我排一下，能发现啊，当我再直接找了啊，这个 pick up 对吧？这个部分就是垃圾捡起来是吧？这个呢是最小的，最小的它也是在超过啊预算的方面是最大的。超过预算你会发现所谓超过预算啊，注意超过预算它是正的值嘛，对不对？那你会发现这个栏目里面在比这些相对的话，那它明显最高，对吧？所以它肯定是 yes， 没问题啊。再看下一个，说那个有最多真实支出的，还是按照这回比较对象就按照真实支出去排序了，你点那个是吧？你点一下，啪一列，这里面我们先找了啊，这个是真支出最高的啊，真实支出，说它呢也是那个 under 里面最大的，那你看它是-6.0， 但它不是 under， 在 under 大的是这个，对吧？-17.7， 所以说它是 no， 哎 ，no yes no 就完了。很容易吧，对不对？它这个题啊，它虽然说表格中的元素间有关系，但是它没有考你这个转换数据，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只需要能去表格中读取出它的比较对象和内容，清洗掉模数据就能做了，好吧？所以你看这里面，它像这个什么天然气啊、水根本用不到，对吧？那这里面就是典型的表格的特点，它有一定量的数据或者是大量的数据是无关的。你需要在你看题的时候把它清洗掉，它跟数学不一样，数学每一个条件都有用，对吧？都要用得上，往上去贴，往上去靠。但是表格分析、图表理解，咱们后面讲那个都一样，大量数据是你要清掉的。它靠你的核心是能从这里面提取出我们叫特征数据。现在 AI 普及了，大家都知道了，对吧？特征数据指的是要真正跟我这个问题相关的数据，把它拎出来，清洗掉无关数据，就是非特征数据，然后再进行判断。它这个题目只是检查你这个能力强不强，有没有能真正的提取到特征数据啊。这就是比较简单题啊，稍微难一点的要求你转换数据的，要求你把这个特征数据再进行预处理，对吧？根据这个问题进行预处理，这是什么？大家如果说了解过 AI 的话，这是典型的啊，现在 AI 大模型它用到的一个核心方式之一吧，就是我们首先提取特征数据，然后进行预处理，然后再进行反馈，对吧？通过一个网络或者模型来进行反馈。下一个啊，这个题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题的表格就特别长，相对来说啊特别长，说明什么？说明它可能要用到的这个量是比较多的。它这个表格呢，说这个表格列出了这个，那它这个介绍直接就是把那个类目也帮你搞了，是吧？目的是要看每个城市的情况，对吧？那么它类目分别是城市，它的属于哪个大洲，它的温度以及天气条件情况怎么样，这是每个类目，对吧？很明显各个元素间也没什么关系，这两个有个包含关系，对吧？但其他的几乎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天气情况其实跟温度呢，你可以说正相关，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决定的关系，对吧？那最大最小肯定最大要大于最小，这是一定的啊。但其他的这种运算关系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表格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关系需要你去错综复杂的理解和掌握还有使用，对吧？好，那么这是啊，咱们刚才讲了三个什么，是吧？什么目的、什么类目还有什么关系，咱们都说过了啊，三个什么。你记住，你每看到一个表格，包括啊之后咱们讲的图表，每一个表格跟图表在你读的时候就带着三个目的来看，然后再看题，是吧？把这三个搞清楚了，三个什么搞清楚，什么类是什么目的，什么类目，还有它是什么关系，搞清楚之后这个题就好做了，好吧？好，那咱们看题。这个题呢，首先因为它比较长啊，这里面它的筛选就有用了吧，因为这么长你一个找刚刚那不一样，刚刚那个题它就那么五六行你找就行了，其实也不用筛，对吧？速度效率没有多少的这个提高。但是呢这种啊它这么长的话你去筛选就有意义了啊。咱们看，说对于以下这个 sentiment 啊，你选 yes 就表示它能基于这个表格得出来。咱们看啊，第一个问题说，对于那些南美洲的城市的平均最大温度是要大于那些大洋洲城市的，好，那这里面很明显我要去筛选或者是选取数据了，要清洗掉无关数据，对不对？好，那这里面我们要通过这句话先判断我的比较对象是谁呀，比较内容是什么呀，按照对象去筛选或清洗数据，对不对？好，那对象是什么？一定是两个州吧，因为它比的是这个州的所有城市，
然后比它们什么呢？比的内容是它们的平均最大温度，所以我一定是按照周来筛选。这里面按照它来筛，那我们给个表格啊，按照它来筛之后，这个表格变成这个样子了。好，那你看它按照周放一起了吧？那你要比什么呢？是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城市。那比的内容是什么呢？比的内容是最大的平均温度，对不对？都不用算啊，你肯定可以知道，大洋洲肯定相对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最大的29，而南美洲最小29，对不对？这时候你一比，肯定南美洲的最大平均温度是要大于大洋洲的最大平均温度。那所以说这个问题，他说南美洲的要大于大洋洲的 ，yes， 毫无疑问，对吧？看第二个啊，说对于那些至少有一个天气是 fine 的城市，它的最大温度是要小于零度的。明显比较对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weather。我要比所有的天气好的城市，那比较内容是什么呢？是最大的温度跟零的关系，对吧？咱们先按照表格来筛啊。你看，按照 weather 来筛，啪给放一起，对吧？这里面你看，你要搞的是这些数据，清洗掉其他的无关数据，对吧？我就看他们的最大温度是否有一个小于零呢？没有吧？都大于零，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题一定是 no， 哎，没有小于零的，都大于零。再看第三个 ，C 是 C。说对于亚洲城市中位数最小温的中位数是12，很明显比较对象应该是亚洲，也是州吧，就是亚洲 Asia 嘛，对吧？亚洲。好，那我再看它的平均中位数啊，最小温的中位数，咱们看还是一样，按照州来筛，它把 Asia 放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我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中位最小温度这儿呢，它的中位数情况，这里面我们就只能把这帮数据进行一个从小到大排列，然后再看它中位数是谁，对不对？好，那你看你可以排一下嘛，负三，因为中位数嘛是从小到大，把这里面中间那个数算了，对吧？然后正三，两个正三，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21、22、24、26。没问题吧？这全了吧？好，1、2、3、4、5、6、7、8，八个数据，对不对？那八个数据偶数个嘛，所以说很明显应该是中间两个数据，他们两个的算术平均数为这个数列的中位数，对吧？哎，所以它的中位数啊，最小的温度中位数应该是12，对不对？那咱们看这个题目中给你写了，哎，你看中位数。最小温度是12，没问题 ，yes， 对吧？好，你看它用了一点点稍微的计算，但这个计算其实可以算作这里面啊，算作了有转换数据，因为你要对它这里面给出的数据进行操作了，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就等于在进行预处理了嘛。那预处理就叫做转换数据了。这种题的难度就比刚才那两个纯粹看这个数据的要稍微难一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呢比还是比较简单，因为它这个预处理的非常简单啊，我们知道这个怎么算就行了啊。它主要你要求你稍微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统计的基本概念，平均数啊、中位数啊这几个啊，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极差、方差、标准差、分布这几个统计概念，在这个数据洞察里面，不光是图表啊、表格，还有这个二段式、多元推理中，包括。